俗话说三伏天多喝乌鸡汤，冬天秋裤都不用穿。这是一位60岁老中医分享出来的，我老婆每个月喝上那么几天，小脸总是红扑扑的。记得收藏保存哦。一只乌鸡，我怕不够吃，我就炖了半只，千万不要焯水，以免营养流失。我每天分享一道家常美食，现在更新365个视频，您就点个关注吧，总会有一道适合您口味的，辛苦大家了。8块钱一只的乌鸡放锅里，两片姜、羊肚菌、香菇、鹿茸菇、虫草花、茶树菇、凤尾菇，用温水泡5分钟就行，还可以用它炖排骨、炖鸽子，泡好了放进锅里，加没过食材的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小火炖上40分钟，这汤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一勺盐和鸡精调味即可，有条件的放上葱花枸杞，这样做的乌鸡汤好喝又滋补，暖心又暖胃。学会了，快给家人做起来吧。